欢迎来到《我是特工》的第五集。大家好，我是 Hishiko。那么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巫师 Mon 以及女巫 Sin。没错，今天我们要的很快，很快的。没错，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巫术。你好，这样可怕。我们今天的巫术不是你。我们今天的巫术不是你想的那一种巫术 ，OK？ 就很像可能是比较接近Harry Potter 那种。我算你看不到。你不算。对了，其实他们有跟我说，他们是白巫术，就不是那种很像很邪恶、很黑暗的黑巫术。对，不过这里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好奇，到底有什么分别？所以在这里，我就希望两位由 Mon 和 Sin 来跟大家讲解一下。黑巫术和白巫术有什么分别呢？黑巫术为什么会有黑巫术？其实巫术女巫这个职业，或者是巫师这个职业，它有分很多类别。哦 ，OK， 就很像我们听过的萨满，它也是巫师的一种。OK， 我们雷射的嬷嬷，对，它也是巫师的一种，只是我们传承的派系不一样。哦，就很像道教也是有这个派那个派。没错，为什么我们比较流行就是使用白巫术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黑巫术它比较倾向于利用一些人体的身上的东西，比如说你们看到的头发、睫毛、皮肤的皮屑、这些某一个指定特定的部位来融入我们的咒语里面。像女巫如果是 witch 的话，它跟大地的比较有一些连接，所以它就比较倾向于你们看到的比较漂亮的画面。明白，所以黑巫术就是用人体的这些东西，或者是甚至有没有可能是像动物的生命之类的那种。对，如果是说在黑巫术的方面，因为其实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就是巫师和女巫的朋友，那我在新奥尔良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比较盛行的是黑巫术，然后呢他们一般上都会用野兔的心脏，然后鸽子的血，然后蜥蜴的心脏等等的东西来作为就是他们仪式的一个主要的材料。真的是太重口味了，希望 YouTube 们啊YouTube 的所有审查员们不要把我这个video 弄黄标啊，我们是在探讨 OK 学术上的。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你们说有很多个门派嘛，那我也觉得应该除了门派之外，它应该还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你们个人擅长的那种技能，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各自擅长的部分吗？那我擅长的部分，因为我去足弓就是读芳疗，那芳疗就是主要使用精油，就是正确的、安全的怎么使用精油的剂量，比如说这个精油是不能使用超过多少个剂量，多少滴。会导致身体怎么样，因为这些就是有一个科学根据，我们需要去读。原来我觉得观众们要注意哦，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就像我这样子嘛，我的消费者出到外面去，哇，这味道好香啊，没错，涂满整身就觉得自己像花花仙子这样，你知道吗？就全身就是这样。原来如此，真的是有一个剂量。那么其实你们也是会通过这个精油是可以改善帮助到你的客户吗？没错，为什么精油它会有能量这件事情，因为你精油是通过我们大量的纯植物提炼出来的一瓶小瓶的纯剂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为什么会起到作用，是因为它来自大自然，但它这个频率会因为大自然的频率。像我本身如果是用精油的话，我可以做成日常用品，像蜡烛也是可以运用草药跟精油滴在里面做。但是以英国的安全标准来说，精油如果拿来烧，它会产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化学物质、所以我们选药的精油其实是要最好的，比较 OK。 所以你们在做精油的时候，你会念一些咒语还是一些仪式吗？是，所以跟外面买的就有点不同哦，因为我们外面就是很商业哦，这个就是这个味道的精油。对，没错。可是你的就是有加持过。对，好。那么 Mon 呢？大家好，我是 Mon。那主要就是我专长就是会用，就是因为其实我透过触碰一个人，就可以知道一个人他过去发生的事情。你摸他不一样，对，我还怕主动啦，对，不一样的，快动我，快动。那其实如果是
是说我在做 case 的时候呢，我都会先面对面见一次，然后就你其实什么都不用说，碰你一下，然后我也不需要任何的牌卡，我就可以大略的说出你目前的问题，还有你或许遇上的问题这样子。一般上很多人就是可能去做 reading or something， 你就只是知道你现在未来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或即将发生什么，就没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可以去改善到他的那个面对的情境。所以我之后就去学了，就是怎么用水晶草药和精油混合起来变成一瓶魔法油。那主要呢，魔法油它的用处有很多，有的是可以抹在蜡烛上面，然后有的呢就可以抹在物品上面，就好像如果是招财的话的那个魔法油呢，都是抹在你谋生的那个工具上。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就可以把这个魔法油呢涂在你的笔记电脑上，它的那个能量和频率都会因此而得到改善，那间接的它就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原来如此。那其实一开始呢，我就听到巫术感觉就很玄很玄，可是现在这样的听两位说了之后哦，我就觉得只要你把它联想到跟水晶的那个能量有关，那么你就不觉得这个是很玄的一个事情。对，因为其实它所有的元素都是取自于我们的大地，所以它其实都有它的能量和传递这一份祝福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开场的这个仪式，其实原本呢不是一个祝福的仪式的，因为之前我就有问Sin， 我就跟他说，哎，如果啦，你做一个仪式给我哦，就让我的 YouTube 爆红这样子，可不可以？结果 Sin 就跟我说，可以，可是你要等价交换。我就，什么叫等价交换？好可怕！就是说 ，OK， 我做了这个仪式，我要付出一些代价。对，没有错。太可怕了。你为了你自己红，第一天下不会掉下馅饼给你吃。那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一回事，通过仪式这一方面，那你需要用生命、一只手、一个眼睛，这么可怕？OK， 或者家人的一些东西。你会失去什么，你会得到什么，这是一个平衡的东西。我们世界上都处于在 balance 的状态。当你这个东西要提高的时候，你的另外一个东西要拿什么下降。明白。所以这个是黑巫术是吗？它是在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哇，我就马上跟心讲 OK， 想都不用想，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仪式。因为我总觉得说很多东西可能最好还是靠你自己努力来达成这个目标。不过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个力量来帮助我们可能做事顺利一些，就像白巫术这样子。所以我最后我还是选择说，好吧，那我们就做一个 blessing 的一个仪式，就很像祝福整个空间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好。对，所以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可能有些人你们会比较急切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不过我是觉得说冥冥中是有一些定数的，然后虽然是有一些定数了，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一些你的一些成就，这样子其实你回味的时候呢，你会更有那个满足感。那么很想知道的就是你们两位接触的 case， 那么多 case 里面呢，有没有就是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其实我们两位在这一行里面算是很后面的后辈来的，所以在我们前面还有很多老前辈，有好几十年的都有，只是他们比较低调。但在我印象深刻的 case 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是要对付小三的，他愿意用等价交换这回事，对，结果他有后悔，但是没有办法做什么，因为这是你情我愿的一个交易。等价交换的情况下，是在他不知道用什么的东西来代替这个爱情。结果最后他是用了什么来替换？结果到最后他后悔的那个原因是因为他母亲，他的母亲没有办法接下他愿意放弃他现在这一段婚姻，可是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为什么一要做等价交换这个交易的时候，我会问得很清楚，说你真的愿意不后悔？结果他得到爱情了，得到，现在很幸福，可是这个是用他母亲的命换来的。多么的不愿意，但是他已经做了，没办法，所以他一辈子就跟着这个老公带着后悔，对母亲的内疚去生活。你这样讲了之后啊，哇，真的心里会有一种就很难受的感觉。是，那么呢？那刚才Sin就是有说到，就是一个关于母亲的 case。那其实我也是算一个比较刚入行的一个后辈吧。那其实我也曾经处理过一个跟母亲有关的 case。那其实那时候我是跟我这一个client呢，就是约见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口说话，
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年长的长辈？我就形容他的样子给他看，然后他就讲，哦，那是我母亲。然后讲，嗯，其实他跟着你，就他都在你的身边。然后他其实就讲，不会啊，我跟我妈妈感情不好，我们以前都是在吵架或生病。然后我讲，其实并不是，我讲其实你妈妈她其实是爱你的，因为她是太过担心你，所以才不肯离开，才一直跟在你的身边。然后我讲，尽管就是你觉得她对你很苛刻，就好像看你不顺眼，其实都不是的，其实这种是一种爱的表现。对，其实大概她是她妈妈离开她已经有这七八年这样子，就一直跟对，实际上很长的时间。然后她妈妈其实也错过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她还是选择。以能量的那个层面，就是去守护着他，就不离开。好感动，太感动了。然后还有别的一些比较，是暗示我要说比较重口味的东西。那其实如果是说重口味的话，我觉得你这里很多镜子，不如我就说一个跟镜子有关。哦，竟然要扯到我这里！我跟你们说，我们海源刺青呢，里面有很多很多。二手的旧货，总之我老公很喜欢收集那些有年纪的东西。是，那时候我其实做的那个 case 呢，他就是一群国外的学生，然后他们就在这里上大学，嗯，然后他们就租了一个 SOHO， 然后他们的一些家具就是从二手市场买回来的。对，然后他们就搬进去那些屋子，其实就发现了一些比较诡异的事情，嗯，就那个男生就发现他的手机出现在冰箱里。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在她的梳妆台梳头的时候呢，她看到一个小朋友就从后面闪过的那个影子，她就第一次的时候她觉得是自己眼花，然后当她第二次她就在梳头，很专心的在梳的时候，她就看到一个小手。Oh my god！ 我不想留长头发了，现在。然后这个是直到就是说，他们有一天就真的发现家里开始出现不对劲东西，就是他们其实都在睡觉的时候。客厅会有小孩子那种嘻嘻嘻的声音，过后呢，就是都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好像会有那种人在切菜、做饭的声音，就好像一家人在生活在一个空间这样子。然后我去他家的时候，那我就有去碰一下那个镜子，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这个镜子之前是因为那一家人就是有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命案，所以才会导致他们把家里的东西都卖掉，然后也搬家这样子。然后他就把了这些东西带回家了。然后因为这东西他。本身的能量就不太好，就是比较属于比较阴的东西，所以他就招惹了就是一些比较其他好奇的小朋友过来。嗯，然后这里镜子这两个都是二手的，是，所以刚刚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做了清理的动作。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人在正常使用一个东西的时候，会有能量残留在那个物件上。是，还好刚才做了一个 blessing 的仪式，真的是谢谢两位。不过在这里呢，结尾之前呢，一定要提醒各位，就千千万万不要自己。乱学乱来一通，为什么呢？因为刚刚 Mon 和 Sin 就有跟我们说，这样子如果你自己去网上自学，还是随便买一本书自己一样画葫芦这样子的话，会酿成一些悲剧的。对，没错。对，那特别就是说，如果是在通灵的这个部分，因为这是很敏感的一个东西，因为你肉眼看不见，你永远不知道你招来的是谁。嗯，所以真的千万不要自己尝试。是，我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做什么事情之前先三思而后行。如果真的是对魔法白巫术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去联络专人，尤其是我们在身边的这两位，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心向善的一群人。怎么说呢？因为我有听Mon 和 Sin 说过，你们不是说看价钱去接这个 case， 而是去看这个缘分。这样子，就算是如果你跟这个人感觉很不好，感觉这个人的心存恶的话，你们甚至他开高价，你都不会去接这个 case。这一点我真的是非常的欣赏，在这里真的是谢谢 Mon， 还有谢谢 Sin 你们来到的节目，谢谢。这里呢就有他们的 Facebook， 还有 Mon 是 WhatsApp。那么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去联系他们。那么当然。喜欢这影片的话，一定要按赞、分享，然后也可以留言一下，告诉我们你有没有就是有这个白巫术还是黑巫术的这个经历。OK， 好了，我们下期见，拜拜。拜。好，我继续可以问你们问题。耶，跳手好耶。可以先讲吗？我先讲黑巫术吗？那我就对着你讲啊，都可以，你要看镜头也可以。没有，看镜头不行。K
可以不要进来吗？这阿哥，不要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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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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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